不就上个节目吗？包在我身上，放心吧。不学，怎么会是他？怎么，认识我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林老师，请描述一下你的理想型。首先，很帅吧？其次，有爱心，还有勇敢，跟陆总完全相反。那陆先生呢？花痴，好骗，会害怕，但是不会后退。陆许，你别太过分啊！你只不过是他一个高中同学而已。依我看，他还真不一定喜欢你。怎么可能？陆寻喜欢我吗？陆寻刚刚看你的眼神，八成是喜欢。陆老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这么关心我喜不喜欢你，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呀？我有话要说。